7点，我差不多7点刚好在起尊。那么大家好，因为听到有咱的我们这个武术表演，所以吼，可能6点多的时候，有遮侪咱好朋友就已经来到咱的会场来做参加吼。当然吼，拢无吼会离开咱这个所在，吼拢用心的留在吼咱的公文公鸡鸣喜家啦吼。所以吼，今天吼也要来祝福大家都能够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当然吼，唔管是咧做啥物生意，拢会当来个大丰收啦吼。因为有恁的这个加持呢，当然吼嘛是有咱的留做些咱这个加持之下。好的吼，每举咱和平吼，在我们事业呢，能够呢步步高升，宏图大展哦，能够越做越好啦。啊，你是拢无咧食饭吗？哈，你拢无咧食饭吗？我今日无食。今拢无食呢，我今日是要食两顿啊，伊拢无食。真的是哦，嘛是爱身体，嘛是爱国，因为吼，虽然讲吼，咱的三月时阵，真正是大家做无的这日子啦吼。可是呢，多多少少要吃一点。我跟你讲，哎，今咱大概没有准备这些水果小点心，你若真正。巴肚有淡薄仔，你买当落去食嘛？我食会食袂饱。食冰啊！我菜头粿啦，你若要食，我叫灌落去用互你食。哎，真天哪，因为吼，真正吼，哎，身体多多少少要补充水分，也是要补充。有然后血糖也是要顾啊，无咱无咧食吼，会变低血糖。等到安尼开起来，佫较危险啦。所以呢，来当吼，确定就是放一些饼干啊、糖果之类的。有。可以呢，在呢，需要放很多都没在吃。都没在吃。我嘛是安尼呢。嘿啊。那天到卖场，你就讲，哎，我就想要买这個。嘿。啊，无来放车顶，到时候两百多来当食，啊，计个放来拢无甲开开。对。啊，后壁明天是开开，食一嘴就袂更加开开。对，每只拢无同款，每只各。但是也是以备不时之需啦。对啊，今天哈，好了，那么等到后边明天这时间上了哈，要来介绍了，要请到咱的奈儿带来第二首好歌。无伊的琴皮，无咧就背起啊。我还在背，还在背，这么厉害。你刚才听美龙咧讲咧，你就是背起来。是记忆，不管是为。
声音，伊关心恁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伊配亲伊。伊关心恁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伊配分开。以前在网课无记清楚。其实在地下小姐姐有没有开比赛的马斯来红豆带给的心塞也当和我妮妮来谢谢感谢那么介绍吧